态度可以有多少种？尝试每一个角色，模特、演员。撕下你身上被赋予的标签，寻找更好的自己，得到的不一定能长久。不去计较得失，专注于当下。靠实力，不靠运气。诱惑、帅气、冷酷，打破你们的有色眼光，与世俗和解而保持自我，与现实妥协而不忘突破。我是敢于试错的青春派文咏珊。吃货，执着，纠结。我呀，本节目由我们都是零零七为你高智商播出，由邱礼涛执导，文咏珊、林家栋、许志安主演的电影《凶手还未睡》已经上映了。烧脑的剧情加上完美的人设，让这部电影口碑票房双丰收。此前电影主创也齐聚成都为电影宣传造势，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看了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呢，我觉得从站在女性的观众角度来讲的话，它的那个剧情是非常揪心的。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导演，是拍摄这样的电影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初衷是跟这个社会现实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有一些我们看新闻，有些妇女她们很不幸的给人家强奸，受害人她们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去报案，就说就是怎样的概念就开始这个剧本。那既然提到了女生的一个人身安全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女主角珊珊，大家现在媒体关注的点可能都是这是你出道十年以来尺度最大的一个演技上的一个突破，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你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有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你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其实我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蛮震撼的，因为就是又很矛盾，因为这个角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尝试，就是真的拍戏以来是最大挑战的一次。所以其实我是在纠结我能不能拿捏到就是戏里面这个人物的情绪的高低起伏，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也跟导演跟编剧老师说，就是我很开心你们就是很相信我，找我去演这个角色，但是我迟到来说不是我最大的担心，我最忧虑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好这个角色。因为我们这部电影是凶手还未睡，所以呢是有一个凶手的环节，咱们来简单的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杀人游戏。凶手还未睡游戏规则，由小婉作为法官，其余五人分别抽取角色卡，只有一人能抽到凶手，剩下的角色都是平民。凶手需要在天黑之后杀掉平民，并且掩饰自己的身份。天黑请闭眼，请大家闭眼。好，凶手还未眠，我们请杀手睁眼。杀手，杀手你在哪里？好，现在杀手找到了，杀手请杀人。杀谁？考虑一下。好，法官了解。杀手请闭眼。现在天亮了，很不幸的告诉大家，可以睁眼了，可以睁眼了，各位。不幸的告诉大家，导演，您第一个被杀死了。啊哦哦哦哦！对，我还有很多戏要拍啊。是吧？所以您现在有一个遗言的一个部分啊，您觉得是谁杀了您？谁呀？看谁最像，不能因为我们家栋哥长得像坏人就老是看他。他最像，最像是吧？你看我救不了你家栋哥，但是导演现在投他了，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投票的环节。哎，你不告诉我？现在他不能揭晓这个谜底，我们先来每个人陈述一下自己不是杀手或者是什么角色的一个理由，从你来开始好不好？应该是的。那我就先说，我不是杀手，为什么呢？因为我天性善良。好的，各位揣摩一下他这个理由过不过关啊。那志安大哥来陈述一下你的理由。我
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超酷啊。好，这个也可以吗？我陈述一下，当然不是杀手啊。是因为什么呢？我这么爱导演，导演让我拍了这么好的角色，我还杀他？应该不存在这个概率，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其他都还蛮像的，蛮像的是吧？他戏里面那么狠，对吧？看知道了，一定是他了。加多哥，现在大家都长把这个矛盾指向你啊，你要不要给辩解一下？我肯定不是杀手，因为这个电影拍完之后，我的片酬已经收过了。不可能杀掉他，杀掉他我们要杀一次嘛，说肯定不是我。还有就是你看我的样子那么善良，不可能是这个杀手。第一轮辩护结束，究竟谁在说谎呢？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票选的环节了啊！就大家用纸的好不好，我们三二一，我说三二一，你们觉得谁是杀手，共同指向那个人或者指向谁都可以，好吧？好，现在三二一，嗨。第一轮投票结果，许志安和文咏珊投给了林家栋，林家栋则投给了哈尼。现在哈尼的投票至关重要，不出意外他投给了林家栋，所以林家栋 ou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文咏珊是否能够成功掩饰身份呢？我们明天再见喽！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四川，关注娱乐大队长。我们都是007，为你高智商播出。在上期节目中，文咏珊成功掩饰自己的杀手身份，接下来的游戏会怎样继续呢？我们拭目以待。天黑请闭眼，凶手还未睡，好，杀手请睁眼。哎，杀手啊，杀手，今天晚上您要杀谁呢？思考一秒钟啊，杀谁呢？哎呀，很纠结呀，做不出答案啊。好的，法官了解。好，天黑，请闭眼啊。现在把眼睛闭上。现在天亮了，大家把眼睛睁开吧。不幸的，哈尼死了呀。我死了。是的。那我不是杀手哦，看没有，我不能自己自杀了。第二轮没有遗言。可能你自杀了。直接没有遗言了。但是杀了之后啊，现在我宣布。杀手获胜，杀手是谁呢？就是我们文咏珊小姐。是不是各位？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那通过这个游戏呢，我就现在特别想问咏珊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选择第一个杀导演？没有，就是导演让我整个月天天哭嘛，我就是被虐得很太痛苦了。对啊，但是又爱又恨呢、啊，这个是因为他要让我哭得那么惨，但是又可以让观众可以见到那么好的一面，对吧？那所以我是可以理解成你把这个票投给加栋哥的原因是，也是因为他虐你虐得比较深，是吧？我太恨他了，但是我对你那么好。对呀、啊。现在他很好的，他但是在戏里面有一个，那戏里面太坏了，在戏里面要家暴的。但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你们说的。哎，你把我打翻了，你把我打翻360度。我告诉你，我认识你那么久，你不做运动，我帮你做运动，你还怪我？嘉宾在节目里面进行了生活当中的争吵，你还怪我？太过分了，你把我打了，还骗人。对，就说到这个家暴的这个问题，家暴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加栋哥是在电影里面第一次饰演这样家暴女人的一个角色。在电影里头跟现实一样，也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你那个问题有一点问题，你好像是电影是第一次，镜头以外是，你是不是有？就是你看柳珊姐这么可爱，这么漂亮，当时是怎么下得了这个狠手的？没办法了。导演的要求嘛，他是一条过，他说就是没有钱找那个武术导演在。对，其实相信这么宣传期以来，加栋哥你的压力应该挺大的，一直在问这个家暴。你看我到现在是木汉呢。那除了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其他的元素啊。导演，我想问你，您为什么会选择将这种歌剧的一个形式，还有数学的一个元素结合起来来拍摄这部电影，以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呢？
这个杜兰朵的故事是古代的一个公主，我们现在这个宋时候还没睡是一个现代城市里面的一个公主，就是他们两个的故事有一点地方是相同，有一点地方不一样，但是是互相可以呼应的。我们也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设定啊，其实为我们这个结局铺垫了很多，对吧？因为有人说过说这部电影是看了开头必须要看结局才能睡的电影。对，那我们也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呢，也请我们四位主创用一句话来跟我们的电视机前还有我们网上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好吗？从导演开始吧。四川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邱礼涛，我的电影送手还没睡，很快就跟大家见面了，请大家多多支持。好，接下来嘉东哥。四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嘉东，快快来看我们送手还未睡，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等着你。娱乐大队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永山，凶手还没睡马上要上映了，不能错过我们这个这么有诚意的电影，等你。好，接下来是安哥。好 ，Hello， 各位娱乐大队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志安。凶手还未睡，等着你来看。好，感谢各位，谢谢。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四川，关注娱乐大队长。